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等一下准备挑战奥丁，顺便边收石头，因为看了一下，几乎每一关都是 BOSS 啊，蛮难打的。血最少都48万，这是小兵吗？是怎样？有点夸张啊。收石头收到这个，好，我们来挑战八角马骑士。基本上如果你是木鼠多的可以选牛魔王，一般来讲兽队就是还是黑狗，因为我决定用兽队来通关，这是我的通关队伍。我个人认知是这样啊，每一关既然几乎都要爆发的话，CD 选短的，所以我不选蛇女，不选暗狼 ，CD 越短越好。啊，这只乌龟是因为我觉得来讲乌龟15回合 CD 我还可以接受啦，那可以多撑3回合来算，所以还有12回合，12回合因为我爆发都靠这一只巴丰特，所以还有2只可以空出来转型，所以我的目前战术是这样运用的。打法很多啦，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卡一个比较适合的，因为可能我这次玄武搞不好会拖累我也不一定。集中火力先杀一只，因为我有火鼠，所以这只木的应该会先 K 掉，所以我就先解决它。这转什么？可能有点紧张的样子。真的有紧张，手在发抖。谋定而后动，好不好？惨了，现在只剩下大概四康普的水准而已。要死掉了，第一回就吃石头，这么好？有野，来吧，石头。没办法，我 CD 没有击到，决定吃的就是。不打算停了，反正我40几颗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刚好北欧里面有北欧的队伍。好，不啰嗦了，我可以爆发了，第一回合我就要爆发，谢。哎呀，哦，这种打法就是。边爆发边补，那最好都间隔开来，不然也很难间隔，太过密集了。我的间隔嘞，竟然可以关掉。怪了，真的这次压力有点大，因为看那个血量真是蛮难打的感觉。虽然知道补了可能还是会死啊，不过还是要一试一试一下。第一回合吃2颗，哎，随便的。我不应该转直的，应该转横的。
我自己的经验呢、啊，横的感觉刚波比较多，所以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这时候我不会爆发，因为我会补满的话，我没有必要爆发。哎呦呀，手在发抖。好，我再残一只。这时候就集 CD 啊，那不过也只有这只要集啊，其他不太需要。还有五只啊，慢慢转。杂猪要清一下。哇，这清杂猪完全都不管了，不管 combo 了，吃两颗了嘛。记一下吃几颗，给我当纸，随便都可以。好，目前吃两颗哈，哇，政治标记，好不好？基本上除了水珠我都 OK 啦，因为其他珠我都用得到。这关卡说真的是有一点小小的压力哦，因为我现在转珠感觉好像只有三 combo 的那种水准而已。入场下一关前血尽量是满的状态。哦，水珠把它清掉，顺便击杀这样。击杀不了是也还好，无所谓。因为乌龟哦，它减伤其实真的是蛮好用的。维尔丹帝一只7000啊，一只伤害7000，所以简单来讲就是爆发送他回去了，732121000，21000。如果我减伤的话，2000除以10500要减伤，不然我怕没有干掉的话，然后就直接就全部爆发就对了。送走也无所谓啦，因为在下一关锁技能你也不能出招。不要再用奇奇怪怪的，我直接这样就好了。有时候习惯用那个看可不可以制造多一点汤头，因为我这样就多一回合了。那多一回合好像也没有太大作为，因为至少要把其中应该是干不掉，血超多的。只能制造多一点 combo 啊，虽然说补满了，但是还是要死啊，没有用。哦，可以耶！哦，对，我血量够啊。哦，这减伤开的真是刚刚好。哦耶，再见了，多撑一回合赚了一颗石头。好，第三颗啦，结果是在数石头大赛，有没有？然后现在不能爆发，问题是不能爆发，我要两回合，而且没有减伤了，7321一下就死掉了，所以现在就是用力攻击就对了。哎呀，没果的没转到，浪费一颗，真的浪费一颗。果子转到的话，这颗石头就不用吃了。哦、这真的是蛮难打的，你看我第二回合就已经吃到多吃四颗了，奥丁还不晓得吃几颗了。
想说没死掉嘞，然后这时候一样不要犹豫，就开机下去打就对了。哎，不用开机，应该是可以。看这个血量，你要边补边打，我是打算边补边打。有够难打啦，小兵跟王一样，爆发打了没感觉。集中打左边会比较好一点啦，但是我还是用全体攻击，然后尽量做四 combo。哎呀，因为我现在用 Genie Motion 啊，因为怕 BS 会当掉，只要操作画面就它就会自己弹出来，浪费一颗。要小心，不能转到外面去啊！浪费一颗。看一下，再一个好。三 combo， 一二三，再添加一个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我尽量能的话做全体攻击。一样三，一二三，掉一个。哎，没办法控制，没关系，他可以多补一些也好。掉一个 ，OK。没有全体，这是触目。一二三四。掉星珠，怎么都不掉星珠嘞？这时候就不要管 combo 了，能补满就尽量补满了。哎呀，出贼！我为什么一直出贼？哦，锁技的解掉了。哎，我刚是不是少算一颗？好像少算一颗，哎，忘记了，大概七颗了吧 ？Oh my god， 这个真是，我刚是不是少算？因为顾着在打，没有在看到。这时候其实这边不太需要管他啦，我这还两回合是，我会主力打这一只啦，但是就不要点了，因为四 combo 他自己会去打他，所以这时候我都不点了，减伤我也不太 care。我忘记跟大家讲，这时候要开机，不然就耗在这里了。可以看到画面上一二三，刚好四 combo。哎呦，不止哦，一二三，对，刚好四 combo。好吧，我决定这样。四 ，Oh my god， 它太多了。三，好，用纸的，看看可不可以刚刚好吃。不要。就是说可以开减伤，但是先不要急着开。一二三，掉一个，好 ，very good， 我就是要这样。因为我会留两只，就是因为我现在可以再转心补血，所以那只朱雀都可以用不到了，没什么差。我是说这一关啊，不是说每一关啊。
哎呀，超过没关系啊，补满再说。哇，好多水珠是怎样？1、2、3、4，好 ，Very good。这时候我不打算爆发。好，减伤开了，我不管，因为到下一关我会承受不了，就是开了就对了。自己现在几康博，我也没死了，你就算下去就对了，不会死。爆发的话，先留着好了，先留着。4，哎呀，又多一个。这时候就可以再爆发了。撞到外面吐血，这就是精灵冒险的很机车的地方。哇、哦！1、2、3，啊，直接试了，哎，出彩！他、啊、不让我试，那天降就会试喽。对啊，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注定的，血转没转过去。哦耶，哦耶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！这个一定要先吃，等一下一定要吃石头了。所以这时候砸出清新的啦，自己认命一点。啊，集不集中火力，我看都差不多啦，不过可以集一下啦，我个人习惯还是会集中火力，不然跳来跳去也不习惯。啊，我是建议这边都是用全体攻击啊，因为你打三只就等于是三倍啊。虽然说看起来很少啦，不过就是对嘛，三倍啊，现在应该是八克了吧？哎，真他妈有够难打的。嗯，下一回合可以爆发，所以这一回合清炸猪，不是急着打，你可以打没关系，但是炸猪是重点。火珠清掉，然后水珠清掉。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玩那个啊？哎呦喂、啊，有点晃神了，有点在像在玩那个洛基有没有？洛基暗队嘛，一波爆发带走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是我被带走，1、2、3、4，哦，这个我最讨厌四颗。我是习惯这样转的、啊，完全没有抗爆。嗯，完蛋了，要多吃很多颗了，因为爆发没的话，还要再撑五回合。朱雀还没出来，朱雀要七回合，想办法喽。天降看起来很多啊，可是真的对他们来讲伤害真的还是很少，因为出生是抓羊，等下还要打奥丁。哦耶，十颗哦，这个真的是蛮难打，目前最难打的副本我觉得是这个，因为每只小兵血是吧，80万，我受剁耶、欸。有的人还说我这不是平民哎、欸，而且我觉得还是已经算平民的啦。因为如果说真的没有爆发的，没有爆发队伍没办法打地狱啊，更何况我这个有爆发才打成这样。哎，全体攻击，我宁可少康博，我打算每一次都多打一些。哦耶！
好、哦，还要记得为什么要全体攻击，因为下一回合你打奥丁的时候有没有，要强化，要需要强化腐蚀，所以要全体攻击。哦，这是火柱够多了，刚刚猪太少了，掉下来就一点 combo， 这时候就可以做多一点。哎，这次没有出去了吧？哎呦喂！那、啊、左边那是故意的，就是以前曾经制作冲很失败的、啊，这次算成功了。奥丁不用说了，你不要想说 combo 多，总之就是五连啊，因为没有五连吃不下来。任何猪都尽量用五连，有没有？我看到扣的血量简直是少到一个不行。好、哦，新猪不用一次全部转掉，可以分开去使用。哎呀，我在干嘛？我慌了，真的，我慌了。哎呀！好，现在我石头够多，十二颗，应该是十二颗啊，我算不太清楚了。哦，减伤有了，直接就开下去了。我看一下啊、直接开没关系，因为有技你就开了。然后这个要五点，哦，减伤是差蛮多的哦，这个要注意。哦，一样就制造五连就对了。像上面这个火珠，我就打算把火珠、木珠，我都打算把它弄五连。哎呀，都火柱五连了，那柱被我切掉了。哦，五连之后，你现在放置就好放了。都要看一下了，我每次自己在那边弄些奇奇怪怪的，都转没有转好。因为我比较习惯让它增加多一点 combo 数啦，所以你既然要增加它 combo 数，做出来的就不是直接切开了。1 2 3 4，好像做不太出来，这个角度有点困难。对我来讲，真的有点难这个角度。一颗两，刚好珠珠又切开了。可能只能少一个 combo 了。看到没有，爆发才打大概他的五分之一而已，悲剧。然后现在已经没有减伤了，所以下去再下去一击应该就死掉了。哎呀，哦，朱雀，你跳太慢了，是13颗吗？其实我也不记得了，我另外账号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把握来打这一次了。
现在就不要想说做几 combo， 现在就想先做五连出来。打这只需要的是强化珠啊，我又没有转强化，没办法转强化，就只能这样打了。基本上没有爆发打都是抓羊，这个要记得。啊，连补血都是补的，这补的乱七八糟的。哇，好可怕啊！已经是14颗，是不是？可能要少算了，无所谓，等一下再一起结清。哦，有没有刚好纯强化出现就给他炸了？1、2、3、4。2、4、6啊，这个有点困难哎，技术可能就3、3切好了，这个要切那么多块没办法，而且又一个离好远。重点是那两颗强化腐蚀记得削到，切一切不要切到强化腐蚀都肉消了。没有打起啊！我没有打起，我只能用我比较保险的方式去切开。真的手好惨啊！我真的超级五 combo 做不出来，15颗了，唉，浪费我的石头啊！我差点按取消，习惯性的去按取消。其实技术比较好的大大们来讲，应该有这样转型方式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啊。看我这样转，应该觉得说我来转好了。啊，总有五了。因为我要又要顾及五连，然后又要顾及血量。3回合，好吧，省石头，再让我们看。反正我想想看，要爆发了，大家觉得要爆发？不要，哦，好，那就不要了。还没有人讲话，我想一想。啊，错了，因为我刚刚把我的，哎，把我的强化幸福石消掉了，所以现在反而没有强化幸福石。有机会出手都要出手了，真的。你不出手就浪费石头了，技术没那么好。
右上角那一颗强化心、强化腐蚀，我打算留下了。你少那一颗没什么差。我留下来就是帮我下一次再做攻击而已。哇靠，17颗，所以是真的不要轻易来尝试。我可能就这个账号打完收工了吧。一吸第三打太痛了。爆发他打他好像没什么感觉，就有没有强化腐蚀，有没有水的，有没有完全用不到。对啊，我现在只剩下四康波的储存而已。啊，好加赞！不过他把我强化心把它消掉了，这不啰嗦了，我还跟你玩呢，直接开了，不能在这边跟他耗了，拖越久越不利啊。不可让他锤啊，说真的，因为我刚也是像这样，但是至少我这次有输出啊，应该是18颗左右了。心就转心了，不管了。因为我主要会。在这关网就是卡到说要五连啊，我受他五连影响，不然这只其实跟那个火魔那个魔族火的那一只卡龙是不是差不多啊？这都血量都是扣血的扣9000，可是你变成卡到说你要锤他，会忘记原本的步调，康博数会减少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因为。你想要集五连，所以他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总不可能一直跟他耗吧？不过一直跟他耗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啊。还有六回合，杂猪蛮多的，没关系，一样照我刚刚打法。虽然说只有一颗我照转，那无所谓啊。都没天降哎，真是的。不管了，就直接跟他拼了，真的。这样可能会比较快。哦，我集满四个政治哦，这一次哦，四个政治合算得合吗？好像不太划算，无所谓了。有200万的血，是真的是蛮多的，我是觉得真的蛮多的。对于这种平民的兽队来讲，真是折磨。简单来讲就是折磨。
们秉持我们的必死原则，因为你不出招，你机会出招了。说真的，一二三四。三四，三四，应该是可以。两光下没消到强化的，好吓我一下！我还有没消到强化的，吼、哦，自己吓到，顾着转让，增加多点21颗，悲剧，悲剧，真是悲剧。减伤先开了，看他还不死，我真的要去死。不要再搞我卡龙啊！不，不是卡龙，奥丁。去死！啊，地狱副本有史以来最难打的就是他了，21颗，应该是啊，我不记得，等一下我再来看你，到时候剖心得的时候，那打法就是这样啊，参考看看吧。就是烧石头嘛，一直烧嘛，对吧、啊？不过看我的打法，你们应该还有其他更进阶的一些方式啦。因为光看别人打，自己会有自己一些想法这样。好啦，那这个奥丁的测试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烧死的那个影片，拜拜。